真言第一章，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，分辨通达的言语，使人处事领受智慧、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训诲，使愚人灵明，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，使智慧人听见，增长学问，使聪明人得着智谋，使人明白真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他们若说，你与我们同去，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，要蹲伏害无罪之人，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，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。我们必得各样宝物，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。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。我儿，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，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人的血，好像飞鸟，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。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，蹲伏是为自害己命。凡贪恋财力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：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。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；我伸手，无人理会。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；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；灾难来到，如同暴风。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，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；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愚昧人被盗，必杀己身；愚顽人安逸，必害己命。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真言第二章。我儿，
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，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前进人的道。你也必明白仁义、公平、正直一切的善道，智慧必入你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，谋略必护卫你，聪明必保守你，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谬话的人。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，欢喜作恶，喜爱恶人的乖僻，在他们的道中弯曲，在他们的路上偏僻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，她离弃幼年的配偶，忘了神的盟约，他的家陷入死地，他的路偏向阴间，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，也得不着生命的路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，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，唯有恶人必然剪除，奸诈的必然拔出。箴言第三章。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其利益强如精金，比珍珠宝贵。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
持定他的，俱各有福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不可极度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诮那好讥诮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。箴言第四章。众子啊，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。以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，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。父亲教训我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高举智慧，他就使你高升，怀抱智慧，他就使你尊荣。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，把荣冕交给你。我儿，你要听受我的言语，就必延年益寿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，脚步必不致狭窄，你奔跑也不致跌倒。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不可行恶人的路，不要走坏人的道。要躲避，不可经过，要转身而去。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。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，以强暴喝酒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
恶人的道好像幽暗，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因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弃绝乖谬的嘴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箴言第五章。我儿，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，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。为要使你谨守谋略，嘴唇保存知识。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，她的口比油更滑，至终却苦似阴沉，快如两刃的刀。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脚步踏住阴间，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。他的路变迁不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。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，不可就近他的房门，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，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，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，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。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，你就悲叹说，我怎么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，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，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。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，饮自己井里的活水。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？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？唯独归你一人，不可与外人同用。要使你的泉源蒙福，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。她如可爱的幽鹿，可喜的母鹿。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我儿，你为何恋慕淫妇？为何抱外女的胸怀？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，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，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。启示录第十三章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，那死伤却医好了。
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，又拜那龙，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，也拜兽。谁能比这兽？谁能与他交战呢？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，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。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有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，无论大小、贫富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诗篇83篇，亚撒的诗歌。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。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，也不要不作声，因为你的仇敌喧嚷，恨你的抬起头来。他们同谋奸诈，要害你的百姓，彼此商议，要害你所隐藏的人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将他们歼灭，使他们不再成国，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。他们同心商议，彼此结盟，要抵挡你。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实玛利人，摩押和夏甲人，加巴勒、亚门和亚玛利、非利士并推罗的居民，亚述也与他们联合，他们做罗德子孙的帮手。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，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。他们在隐多尔灭亡，成了地上的粪土。求你叫他们的首领像厄利和西伊伯，叫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。
他们说，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。我的神哪，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，像风前的碎屑。火怎样焚烧树林，火焰怎样烧着山岭，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，用暴雨恐吓他们。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，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。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，愿他们惭愧灭亡，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